我把之前测的那四个智能拿去跑第二批 test， 啊，跑出来结果是就是条件是 F50 会最好，就是圈出来结果会最好。哎，我这边有照上次就老师贴在 Skype 那边，我先把就是那几个主题都先全部就都写完一次啊。啊，你们平常报告要选那个每次报告你们觉得最适当的哦，然后再把它回顾一下。嗯，用 AI 回顾一下。目前是想可以，然后写完之后还有另外一个 prompt， 就是说你针对各段之间的逻辑性，他会帮你修改。到时候我再还给你们，你们先要把主要的先弄好。内文先生出来。Okay， 也有一张 table 用了哪些结构 learning， 还有一张图，就是你那个 learning 出来的 validation 跟那个 training 的那个样子。training 那个结构图，我们可以用科技部计划之前做的那种。对，找一下。对，像没对，像这种，对，可以啊。我们就直接取这张图，然后训练那训练图，我们模型就选一个比较好看的贴上去，还是四个都要？比较好看，最终的、啊。最终的。45°C啊。对，因为我们有四张图，对。不是，你要 standard alone。好，要先。最后 final。对啊。就是你用同样的 main 脑，但是圈里只要一个，然后把它改200万步，知道吗？嗯。对，就是那 DT01 就是等于是 standard alone 的 final。所以就一样在跑一次，只是 model 设立，就是一个就好，然后不说。然后要圈里跟 validation 要摆在一起。嗯。大家八月才会至少要打成这样。那我们可以报研讨会放的东西，就是图啦，就是。现在就要产了，就是那个图跟结构的说明，就是拿招选的把它贴一贴就好了，改成你的系统。对，那在我们图要贴这一张，就是 standard alone 出来还是？没有，你 standard alone 啊，就只会有一个，只有一个。对，就是你 standard alone 的时候就不会有。只有 D01， 对，一个 training 一个 validation。了解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先做那个。后来没图了。好。好。哎，他有跟你们请你们挂别的学校老师挂一下，哎，要找他们出报名费。好。最后投 paper 的时候，看他们有没有参与，没有参与不会帮他们。就像。测试好的会有像这种结构几乎都维持的很稳定的，看起来不错啊。对。那如果两层靠太近的话，就会比较容易出现哦，因为这个势能是目前测下来最好的。然后它上次我 meeting 就请邵汉明把真空放大，上次你不是有两层两靠太近的会爆？对对对。那现在，哦，我只有把那个一乘二乘二，就是我就把鼠标是有调掉而已，我没有把真空层拉开，是结构还是啊？忘记了，还是 meeting 都没有做，因为 limbs 没有调到。完了。阿少看上次的那个转的结论有没有贴上去？还没贴。对，你再放一下，上次你两层靠太近爆掉了，可以。上次两层靠太近，我找一下。我们讨论的结论不是说要把它。哦，那时候我以为只要把，是不是有就是调整一层就好，所以我就没有去动到 box。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有调整一层，你借由周期还是等于好两层？对，还是会叠在一起。没有想到。它会不会爆？这个的也有几个会爆，就是像
像这个一开始就很好，然后它会整个就包在一块、啊这个。这个跟你摆两层、四层一样，因为这是周期嘞。了解。我们上次要做的不就是说只有两层，然后真空啊，让它大一点，才会真正是两层啊。好。对啊，这大家没有做，没听到用 AI 要做啊。上次没有注意到这些，上次就记得要把层数变少。所以这次秘密就可以做了吗？就是把我们讨论摘录成文稿，然后做重点贴到自己影片下面。因为我之前用那个，等一下，这个。之前传出来的结果就特别差，就两因为两次都这样，就之前的用文档，就是之前的 meeting 传出来的啊，结果就都很差。我自己的啦，等麦克风来，也可能是我说话比较，就是他录的比较不好这样。还缺货。今天先把脚本改完，然后今天对对对，我就把脚本改完，明天附近我再丢下去给他测这样。好。哦，进度大概这样。啊。Note 十七我进去看，然后我进。他那个我之前就上次看，他是里面的关机记录是在3月12号，他关大概晚上7点开始，他就一直重复开关机。对啊，在之前也有当的那一次是，那时候是3月8号，你说他会一直塞满嘛？啊，我看记录是大概是6号的时候，也是一重开关机。对，对，所以那个我之前把人掉下，然后放去看一下，应该是。那你那天跟我讲之后，我进去看，他就没有重复开关，没有开关机。对，因为他每他只要有 crash 掉，他就会有一个 crash。crash 档还蛮大的，几百枚，所以它又开机又 crash， 所以那个 crash 档都会一直跟着时间把它记录下来，就会塞爆。然后，对，paper 我快速带过，它这个是做那个布洛平跟斯摩西叠层的那个布洛结构。然后他这个有实验直接把它做出来，然后他去看他们，就是看这个结构的，就是拿来做电池的特性这样。然后他们的，就是他们叠出来的结构啊，结论是，就是他们用那种球模法去做出来的。是什么？波隆比跟鬼病的对的那个复合结构。报告的很像。对啊，但他这个是实验有真的做出来。对，然后他也是为了做电子材料，应该说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代替那个金属基底，就是因为目前的铜锡要实际存在都是要有一个金属底在那边，它才长出来啊，那个金属底就会很干扰铜锡的特性这样，所以他们是用石墨烯去代替那个金属底，就是拿来稳，就是可以稳固铜锡的结构，然后又可以保有铜锡的那些好的特性这样。他们就是实验看，那、啊、他们结论就是，他那个磨了大概6小时做出来的那个这个结构会是最好的，就是它的容量会最大，19.3。对，啊，只是他们这个结构大概在6小时之后就会开始氧化，然后导致结构有点变形或是散掉，就是变成是反而它容量会再下降这样。对，大概。简单。
难接受。